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三个韩国最适合居住或者最适合旅游的地方。第一个地方呢是韩国的明洞。明洞呢很多中国人都很熟悉。对于中国人来说，来这里主要就是购物，因为这里的话是一个非常集中的商圈，韩国的各大护肤品牌还有服装品牌全都有。而且也有很多非常好吃的店。最主要的是这里有很多的店都支持中文服务，服务员也会讲中文，然后中国的大使馆也在明洞。而且明洞的附近还有两个巨大的免税店，一个是乐天免税店，还有一个是新世界免税店，所以如果你生活在明洞的话，会非常的方便对于你的购物。而且明洞的话之前也推出过中文导游的服务，就是在明洞的街道里会有穿红色小马甲的人，然后走来走去，然后他们会中文，就可以向他咨询各种问题。明洞的位置也非常的好，明洞就是在那个像我们这个地图里一样，这个在首尔的比较中心的地方，然后交通也很方便，去哪里都可以很快的到达。第二个地方就是韩国的弘大了。弘大呢是韩国年轻人聚集的地方，对于很多中国的小伙伴也不陌生。在弘大呢有非常多的夜店，然后到晚上的话很热闹，很多年轻人都会去那边玩，然后弘大的话也有很多酒吧呀，或者其他一些年轻人非常喜欢去的地方。弘大附近有很多的大学，比如说西江大学啊、弘毅大学啊，然后延世和梨花女大离得也不远，所以有点像国内的那种大学城的感觉，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到晚上的时候非常的热闹，然后也可以看到很多俊男靓女，非常帅的欧巴、欧尼啊，然后，弘大的话吃喝玩乐也是非常的方便，有很多很好吃的店，然后有很多潮牌，在弘大都可以买到。而且弘大的话，它以弘毅大学的名字来命名，弘毅大学是艺术学院，所以说在街边会有很多，经常会有很多这种公演、艺演，都是一些大学生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年轻人的组织。然后你可以在街边随时欣赏到这种 K-pop， 还有其他的一些韩流的表演。第三个，最后一个就是我居住的这个冠岳区。冠岳区我比较熟悉，为什么推荐这里呢？因为这里的生活成本比较低，首尔大学在这里，然后首尔大学为中心的周边会有很多学生居住的地方，比如说像那个大学洞，这个是很多韩国的这个学生，包括考公务员考试、法院考试都会到这边租一间很小的这种考试院，之前我有介绍过考试院，然后在这里准备他们的考试。相对其他地区来说，这一个地区的物价相对来说不是那么高。然后在首尔大入口的地方有一条叫夏洛苏街的美食街，这条美食街最近也在韩国的年轻人之中非常的火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条街有很多各国的美食，而且价格也都不是很贵，然后大家可以去那边吃，包括有中国的火锅啊、羊肉串啊这些。然后首尔大在冠岳山嘛，冠岳山是一个国立的自然公园，大家没事的时候周末也可以去爬爬山，环境也是非常好的。所以如果你对韩国比较感兴趣，然后以后想来留学或者来旅游的话，这三个地方我是非常推荐的。其他的地方呢也有，比如说像江南啊这些地方，我之后会找个机会然后再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好了，今天就这样，谢谢。